街坊邻居们都在这儿呢哈，看看我啊！哎，等会儿，我是不是不穿保安服，穿上这个经理的服装，是不是特别的帅？等会儿，那谁，小彪啊，快来啊！我在办公室等你啊，抓紧时间，好不好？我这一天的我的业务啊，我是非常繁忙的，我没有时间啊。我早就进屋了。你说你都进屋了，你接什么电话呢？这不浪费电话费吗？这不表示亲切吗？亲切啥？来，坐啊！哎呀，看看我这个工作的环境，坐吧，没事，都真皮的沙发，来吧。哎呀，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来我这参观呢？啊，我这不路过嘛，一寻这小区有你这个老同学搁这当保安呢，我就看一眼。等会儿，怎么当保安，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啊？我现在这个行头，这个气场，这个环境看不出来吗？这个物业的总经理，知道不？哎呀，经理呀、啊，对，哎，不对呀、啊。经理那不是田笨笨吗？你看看他这个名气，还田笨笨，一个笨不行，还俩笨，还笨笨。下去了，啊，这个现在是我的手下当保安呢。啊，不是，厉害不？下来了。那你先下去，别坐这儿了。你怎么样啊？啊？怎么的？这还？给田笨笨他爸开车呢？不是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现在他爸给我开车，我是董事长。你董事长？嗯。不用管我啊，我找下衣服。小脸儿，看我衣服没？田经理，你不说你今天休息吗？我休息，你就穿我衣服呀？那个，你知道，他是我同学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呦我，从小就贼能装，贼能吹。我跟你说，我一直有想个办法，我想制止他，所以说今天希望你配合一下。我打算呢，我想当把总经理。那你当经理，我当啥呀？身为一名保安，怎么？上班你不穿衣服呢你啊？这穿，就告诉你，这进来就罚你出去，看着没？认哈，哇，这，明白吧？明白，我这个现在有气场，我的气场就碾压他，你知道？哎呀妈，气场！你等气场啊，你给我整点汽水得了 啊！我来半天，这家伙渴的，我这喝水吗？你等，哎，我接点去啊。那个，笨笨呐，啊，下来了。啊，下来了。没事啊，别上火啊。那个，我请你帮个忙呗。你说，你看那小子没啊？从小我俩就不对付。啊，贼拉能吹，贼拉能装，我今天我就想治他，你配合我一下呗。我咋配合你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爸。是什么？我当过那董事长。那你当董事长，我爸当啥呀？你爸，那个，来。司机的儿子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？
疯了。